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有关报道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。近年来，民进党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，百般向美国主子求购武器，岛内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了很多，得到的却是一堆破铜烂铁，养肥的是一帮贪官污吏和军火商。这已引发岛内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和不满。天价与废旧是美国对台军售的两个驰名商标，从发霉防弹衣到过期弹药，再到价格虚高的导弹雷达，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美国利益。台独是绝路，外人靠不住，妄图以美谋独，终将自取灭亡。